又是一个阳光明媚、晴空万里的星辰呐！什么情况？背包里装备怎么那么整齐？这还是我的背包吗？反正不是我的。难道我昨晚梦游了吗？太可怕了！睡觉的时候背包里居然还放着一把梯子，是钻石的话，那感觉就不一样。走，出去打猎。我勒个去！这是啥？这是暮色森林传送门呐！谁把这么危险的东西给放在这儿的？不会是我昨天晚上梦游的时候自己挖的吧？哎呀，这玩意儿凭空出现在我家楼下，别真是让我再去一趟暮色森林，这不太好吧？哪怕暮色森林里面有拔刀剑，可这剧情发展也太快了吧！慢着，我要进去！哇，吓我一跳！你谁把你放进来的？你走错片场了吧你？还有，你身上为什么还带着拔刀剑？哎呀，我这不是给某人来拉点银器吗？万一某些人在这里饥寒交迫的，饿瘦了就不好了。我也没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密码呀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让你玩。人家就是想过来给你增加一点人气嘛，大坏蛋。我也没说不给你出镜的机会啊，你出现的太早了。那我管不着，哪里有盒饭我去哪。这下好了，你一来，茂凯也没饭吃了。茂凯，那个扭曲树精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茂凯叔叔啊，基本上也凉透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脚下这个暮色森林传送门是不是你干的？想趁我早上不注意把我给扔进去？哎，刚才要不是老娘喊住你，早掉下去了。说来也是，可即便这样，也不能排除你贼喊捉贼的嫌疑。你这人，咱俩之间就这点信任吗？保不准第二天早上就被你给推进去了。妈说不要理傻子。干嘛呢你？我先熟悉一下拔刀剑，要是等会被怪物揍了，丢脸就丢到其他了呀。那你多半要被怪物给打得鼻青脸肿了，你自个儿先慢慢练习着吧。突然多了一个女孩子，还不能让她睡我的床。喂，笨蛋，有没有带床出门？真好玩啊。没有。要不要我给你做一张床？好啊，交给你啦。有一说一，我现在真的很想从这上面跳下去给这个笨蛋来一刀，可惜了，谁让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呢。想念就乖，跟我下来吃草。为什么我打不到牛牛君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辛辛苦苦抓过来的牛，你要对他们做什么？我试一试拔刀剑手感呀。你找别的僵尸不行吗？非得找我辛辛苦苦抓过来的牛？大白天哪找僵尸去？走开了你！为什么我的拔刀剑无法对牛造成伤害呀？长得丑。可恶啊！这破武器到底怎么用？你走开吧，我好不容易才让这两只牛牛君恋爱的，那你真砍啊。原来要左键才能对中立生物造成伤害呀。你打归打，能不能让他们把牛宝宝生出来再打呀？没事的，拔刀剑真的好玩啊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。